我想跟你说，又害怕不重要，想你想你。啊，那先拍照了。没有，我发现这脸很丑。希望露露不要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因为她疑似和万秀孙张瑞夫分手了。最近跟男朋友感情还好吗？怎么突然认识？这脸是怎样？突然觉得一阵累。他哪有时间啊？你知道我每天看着他，我都真的很想跟他说：“你有时间，你再给我多休息，你再给我多休息。”对对啊，真的是以多休息为主。多休息，多休息，然后多睡觉，多放空，多放空。嗯嗯，所以跟男朋友算是放空的状态。哎呀，很会问嘛，超会问的嘛。不要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他。But 我们认识的露露超大方的啦，去年六月还和瑞夫公开调情。来，瑞夫，你锁定了吗？你缺有缺男主人吗？没有啦，送你一个厨师这样。你刚不是说留一个厨房的位置给你吗？然后我看别人的留言太好笑，有人留言说留身份证后面的位置。七月被媒体拍到淡水约会后，露露干脆打房认爱，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顾及一下男粉丝的心情，就是现在一切都在放空当中。偶像，偶像，但是直接讲那个。那个你的那个舞台剧哦，单身猪队友，我是对，我是单身猪队友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很棒，是现实生活我也是单身猪队友，但你真的可以写露露是单身猪队友，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刚好在卖票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先讲姐妹们的音乐万万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现在身边都是姐妹们，嗯，对，就都是姐妹们在陪我，要都回啊，然后露露正在单身猪队友这样子啊。这样子好了，听不到吧？对啊，听不到，那就对了。嗯嗯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留一点那个 range， 就不要让我们听不懂。对，一定要兜圈圈。娱乐动新闻，应该是分手了，报道。